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 Donald。今天我就不跟大家去找嘢食啦，而是去找啲有特色嘅嘢买。行下行下就俾我找到呢一间盈多 Indo Market。咁佢位置都非常之就脚，佢就系位于旺角道嘅48号地下地铺。入到去第一样嘢就见到佢宝矿力做紧6蚊一支，飞雪蒸馏水就做紧10蚊两支。咁如果想饮冻嘢的话，佢个雪柜都有好多嘢饮可以俾你选择。再向前行入多少少，你就会见到一啲急冻嘅叮叮嘢食。原价25蚊嘅咖喱鸡，佢而家做紧特价，只需要20蚊啫。最重要的是它这些叮叮的食品全部都是香港制造，而且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，其他地方买不到的。例如好像这个印尼炒饭，我相信外面就没得卖了吧。印尼食物我第一样想起的呢，就通常都是它了，巴东牛肉。它除了有巴东牛肉饭之外，它都还有只是巴东牛肉给你选的。巴东牛肉当然好吃啦，但是如果想自己在屋企整都几嘥时间。而我都有一条片教人怎样整巴东牛肉的，有时间都可以去看看。而我呢就买回个叮叮的巴东牛肉饭来试一下先。它现在特价只需要28蚊一盒。再向前行入多少少呢，你就会见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即冲奶茶和咖啡。咁佢呢一隻拉茶呢就做緊49.5，有12包。咁而佢呢一隻白咖啡就做緊特价43.2，都一样有12包。咁佢即冲嘢飲方面呢都有好多选择可以俾到你。如果奶茶同咖啡你都唔啱，佢都仲有其他茶可以俾你选择。看完嘢飲，不如我哋睇下有啲乜嘢小食啦。佢呢一隻原味嘅梳打餅就賣緊15蚊，有10小包，圍翻都係個半一包啫喎，都唔係好貴。如果唔想食得咁寡，都可以試下呢一個花生味嘅夾餅，而家就賣緊22蚊，有2包。咁除咗花生味之外咧，佢都仲有士多啤梨味可以俾你揀。而佢呢一隻朱古力味嘅威化餅都係一樣做緊22蚊2包。咁俾我揾到呢，有一样小食係出面比较少见嘅，就係佢啦，黄豆饼。而呢一隻呢係紫菜味嚟嘅，而家就賣緊11蚊，有2包。你唔好睇以为呢一包係薯片嚟㗎，其实呢一包係木薯片，都係一样12蚊，有2包。有冇諗過喺屋企可以整西米露食呢？但係啲西米可以喺边度买呢？答案就是盈多 market 啦。咁佢西米嘅种类都有好多，有细粒嘅，有大粒嘅，有绿色嘅，白色嘅佢都有。最重要嘅系你买完西米之外，佢仲有其他配料可以俾你买。例如你想整翻个椰汁西米露，西米你就买咗啦。椰汁又点搞呢？你都可以喺呢度买埋，而且价钱又唔贵，好方便。除了嘢食外，其实佢都仲有其他嘅日常用品卖，好似洗头水。咁价钱都系27-28蚊，都唔算太贵。咁除咗洗头水之外，佢都有好多止汗剂可以俾你拣。就算咁大包洗衣液嘅补充装，佢都系卖33蚊啫。有兴趣嘅网友都可以嚟睇下。咁睇完啲生活用品，不如睇下有啲乜嘢酱料卖啦。咁佢酱料嘅种类真係多到黐咗线，淨係辣酱咋佢都有好多款可以俾你揀。就算连食炒面一定要有嘅士拉叉辣椒酱佢都有得买，而家特价只需要26蚊。平时点乜都咁好食嘅辣鸡酱呢，而家都係10蚊一支啫。如果想煮返一啲东南亚特色嘅美食呢，又不知道去哪里买酱汁，那来这里买呢就啱晒了。还有最重要的是它价钱真的不算太贵。除了啲酱料之外，它都有些懒人一物的，好像这些预先已经沟好晒给你的葡式椰汁鸡酱，现在10蚊2包啫。那它隔离这一只巴东牛肉酱都是10蚊2包。
原来印尼炒饭都有酱噶，一样都是$10有两包。要揀一样有特色的印尼嘢，我一定会揀佢 ABC 酱油。咁佢而家做特价$12有两支，咁佢系一支比较甜身嘅豉油嚟嘅，而且比较结身。我嚟点海南鸡咧就正啦。讲起海南鸡，除咗佢有黑豉油之外，其实佢仲有隔篱嗰一只辣椒酱，佢呢度都有得买。如果你嫌头先支 ABC 酱油太细，佢都有支大嘅俾你揀。再向前行多阵，又见到有特价嘢卖啦，就系佢银鱼仔辣椒酱。这个送饭一流啊，而家特价只需要$34啫。咁佢呢只支装嘅胡椒粉而家就做紧特价$19.9一支，而且仲有白胡椒同黑胡椒俾你拣。再向前行就见到佢啦，即食面。咁佢除咗有佢招牌型多捞面卖之外咧，都仲有好多其他嘅款式噶。而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食虾面啦。而佢呢一只阿莱虾面一袋有四包，而家做紧特价$20一袋。虽然个面咧就比较细个，但佢嗰包汤料我嚟煮个虾汤咧就真系超级无敌好食啦。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买翻包嚟试下。粉丝我相信大家都食得多，都知道系绿豆做噶啦。佢呢度嘅粉丝系粟米做噶，而且佢做特价$11有两包，都等我买翻两包试下先。咁我相信个味道就应该冇乜太大分别嘅。咁佢除咗有即食面之外，其实佢都仲有杯面可以俾你拣，而家做紧特价$13有两个。最后差唔多俾钱嘅时间，听到佢有一只薯片咧系型多捞面味嘅，所以都买咗两包去试下。味道同食型多捞面冇乜太大嘅分别，几好食。如果喜欢我们这条片，记得 CLS 我们下条片再见。